的好兄弟奥德彪又来活了。这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亚驴逊河流域，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运输之旅非同寻常。现在奥德彪运输队正在前往拉货的路上，没有装载货物的卡车，显得异常的轻巧迅速。同时这对于奥德彪来说没有任何的难度，即便是破败不堪的乡间小路，他也可以从容地应对。对于开过卡车的人都能明白，其实这种道路才是最考验司机的驾驶技术，尤其是驾驶员的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淤泥像是胶水一样附着在卡车的轮胎之上，从而增加了卡车行驶的难度。现在不光是面对艰难险阻的道路，还要和满地的稀泥做斗争。但是这对于奥德彪来说似乎并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，很轻松地抵达了目的地，现在开始装货。现在运输的货物是芯片的重要原料二氧化硅，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科技材料，它的价格自然非常的昂贵。现在挖掘机正在装载货物，这是一台重型挖掘机，但是相比于奥德彪的卡车，它的体型却显得娇小不少。由此可以看得出来，奥德彪所驾驶的卡车体型是十分庞大的，这也意味着装满一卡车运输起来的难度非同一般。当然也正是因为难度巨大，才特意找来奥德彪运输队从事运输。我相信除了奥德彪，也就只有新一团的张大彪才敢挑战。挖掘机师傅经过了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战，总算是将两辆卡车的货等装满，并且是超额的完成了任务，装载的货物甚至超出了卡车的高度。此时的挖掘机驾驶员已经是精疲力尽，奄奄一息，他来任何行业想要做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搭载着沉重货物的奥德彪运输队出发，挖机师傅的心情劳作却给奥德彪带来了不小的困扰。满满的货物使得卡车的重心偏高，在面对凹凸不平的地面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侧翻。奥德彪知道作为芯片的原材料二氧化硅的价格已经超过了氧化氢，不敢有丝毫的损失，这不是普通人可以买得起的高科技材料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速度，从而使车身保持稳定。但是现在遇到的淤泥也是十分的棘手，倘若速度不够，很有可能卡车的轮胎深陷淤泥，但是速度过快又有可能使卡车产生剧烈的晃动，从而使得卡车运输的货物发生掉落，这需要司机将油门把握得恰到好处，并且全神贯注，不能有丝毫的分心。才刚刚驶离出泥潭，本以为可以放松一下心情，但是前面的挑战将要更加艰巨。这是一座十分凶险的六根桥，它的危险程度是独木桥的六倍，何况是在满货物的卡车，看来对于奥德彪来说没有任何的难度，很轻松地通过了这里。接下来是奥德彪运输队的另一位队伍，看来他的驾驶技术远不如奥德彪那样精湛，还好挖掘机在附近施工，他收到了救援通知，现在正在火速赶往事故现场。但是救援的难度很大，而且桥体也受到的损坏，使得救援更是雪上加霜。看来一台挖掘机根本没有办法完成救援，